唐三通过海神九考，成功继承海神神位，已知道海神传承最后的奖励到底有多丰厚吗？就连唐三自己看见后都被惊呆。众所周知，唐三从第一考以来完成后都是增加海神亲和度，海神并未赋予任何通关奖励。没想到在海神最后的传承中，唐三继承海神就是所有魂环修为提升5万年。目前的唐三双武魂的魂环都附加完毕，都是高达5万年的魂环。5万年再加上5万年，这导致唐三哪怕第一魂环都是10万年。就连带老大曾经也说过，唐三在神界估计也是个奇葩。 双生武魂，所有魂环中甚至都没一个黑色的万年魂环。海神第9考完成，海神神奇，完美契合，海神再现，所有魂环修为提升5万年。以考完成，黑暗海神完成神奇传承，叠加奖励释放。 魂力等级提升10级，所有魂环修为增加2000年，神赐魂环3个。